大家好，我是39届的成员。好，我是39届的朱英杰。我们今天要表演的是《安妮朵拉的室友多寂寞》。虽然我现在口袋没钱，不行，我绝不会被那些白痴题目打败。哼，你昨天输我那么多，而且你要怎么证明你不会被我打败？不然我们再赌一次，再赌一次。可是
你现在身上没有钱，我可以跟你赌什么？哦，我跟你讲哦，赌东西不是看你要什么，是看我有什么啊。好像很有道理耶，我觉得我被说服到哎，你这是哎，你真的很会讲话。好，看你在你那么有诚心的份上，那我就出四道题目，好不好？如果你都答对，我就可以拿到。你哦，对，你都答对，我可以拿到什么？哦，我刚没跟你说我赌什么，这身上都没有钱，所以我只能赌，我赌。你说我赌了你。吴嘉伟，你是跟廖润一样吗？每次 Q 我跳舞，是不会 Q 的。阿伯，你要赌什么？快点，赶快说，不要卖关子，好不好？不然我就赌我的3.4比基尼写真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刚刚在擦口水，我太兴奋。好，3.4是什么写真集？好，那我赢，我就拿你的写真集，好不好 ？OK OK。啊，如果我输的话，我所有钱都还给你，可以再打。好，没有问题。那我说第一题，什么乌龟会两只脚走路？这么简单，我会输吗？那是忍者龟啊！没关系，我要三题。什么东西？什么狗狗会两只脚走路？两只脚走路的狗？那是史努比啊！哦，可恶！我跟你讲，我两题绝对可以打败你。什么猫咪可以用两只脚走路？是不会了。两只脚走路的猫咪当然是 Hello Kitty 啊！最后一题，没关系，我最后一题绝对可以把你打爆。什么鸭子两只脚走路？我终于要赢了哈！当然是唐老鸭啊！可是所有鸭子都两只脚走路哎！哦，学长，他欺负我啦！我赢到写真集了，小糯米。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赌了。你说我赌？说我赌？我赌了你。不是这首歌吗？不是这首歌吗？好，那等下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我不跟你赌，我不跟你赌。你说我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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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欢迎小明22届张瑜婷学姐。一中34届黄开华、陈俊旭学长，黄中18届张成佑学长，带的五赌，